他那里有挣钱，有挣钱。你搞到看看现实。没打给我们看噻。来不及搞。
打车越起来就远点，就远点，越远跟他也跑不起，跑不起了，你得吃饭。我带起了。那么有人先买本车。单台限速100。单台限速80。单台限速60。每个人都会为一些事情而坚持，在别人看可能会觉得浪费时间，单排限速60很重要。先换掉不你更安静了，见到一座山就想上山过去，我很想告诉他到了那边你会发现没什么特别，回头看过来可能会觉得这边更好，但我知道他不会相信，像他这种人没亲眼见到是不会安心的。袁先生，一个人有烦恼是因为记性太好，加到服务区啊的。